同学好，我们来看这题目。题目告诉我们，通过三个点，分别是负一跟一这个坐标，还有负二跟二这个坐标，还有负三跟一这个坐标。通过这三点的圆方程是为何？好，我们解这个题目呢。首先，我们令圆方程是的一般式啊，令圆方程是为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dx 加 ey 加 f 等于零。把三个点分别带进去，可以得到一加一减 d 加一加 f 等于零，这是带第一个点。带第二个点可以得到四加四减二 d 加二一加 f 等于零。带第三个点可以得到九加一减三 d 加一加 f 等于零。好，接着我们把它整理一下。d 减一减 f 等于二啊，这是第一式。第二式可以整理成二 d 减二一减 f 等于八。第三式我们可以整理成三 d 减一减 f 等于十。好，这三个式子我们要求三个未知数。我们利用第三式减掉第一式，你看这个有 e f，这边也有 e f，所以这边可以直接求出 d。所以 2d 呢等于 8，d 等于 4。d 求出来之后呢，分别带回去第一式跟第二式，整理可以得到 ef 等于2，21加 f 等于0。好，我们在这两式啊去解联立，这边两个相减可以得到1等于负2，再带回去求 f 等于4。所以呢，def 都求出来之后呢。再把它带回到圆的方程式，可以得到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4x，第一是4，减 2y 加4等于0，那这个圆方程式呢就求出来喽。